庄思敏其中一个细妹庄思华呢排就传同名练马师高东尼个仔告崇恩分咗手啊，系咪真？我就唔系好信啦。点解？因为呢晚我哋就见到佢哋糖黐豆黐住落兰桂坊玩通顶，最爆嘅阿桑同埋 Mona 玩到凌晨六点几，终于都玩够走人啦！走啦走啦，仲唔走？唉，阿桑呢边就拉住班 friend 继续吹水 ，Mona 就顾住抢支荧光棒咯。六点啦，再唔走，跟住又上新闻版啦。